家生的，也不是我生的啊。来吧，走走白离了，咱们来讲体重管理了。维度这事儿今天就先过了，咱们讲啥？身材管理，体重管理啊。我相信在我直播间啊，人家说过一个事儿嘛，说好你尽量不过百。其实过不过百这事没要求，体脂别太高，就健康就好看。我先讲一下，有没有在我直播间需要降重量的？K 姐，我现在多少斤？我现在100斤，150、160、170，或者是我现在180斤或120斤。如果有体重感觉稍微得小一点点体重的人，举报打油啊！体重啊，你去把那个里面，你去说一下啊。记不记得昨天的事儿、前天的事儿、之前咱们说的事儿？你想想啊，看好了，自己悟啊。我说一下，如果在我直播间的粉丝啊，体重需要减少的。我先说我自己啊，我今年是36岁，我的身材至少你们看到我维持了3年没变，我没有上100斤，我的体重在98、96，最多100之内徘徊着。看我吃多少，吃没吃饭，上不上厕所，取决于这个。如果我正常吃饭了，且上厕所了，我一般体重在98和96之间。如果我胖了怎么办？我告诉你怎么去调整。我体重可以上下3-4斤的浮动，但是不会超过这体重基数，很容易的。我来说一下人的重量。经常听到粉丝跟我说，姐身高1.6米，体重110、120、130、150，我该怎么降一点重量？我先跟大家讲，重量这个词由什么构成啊？人的体重是由身体当中水分。是不是3号那屋相片也是也归您的？不是啊，离不了，太远，太远。不是一男一北不可能。让你一人管俩呀？哎呀，也不可能。135大概246连进去。那还不好说，这还不好说。保洁、哎，这个不好说，这个不好说。给您包油钱呗。省他最起码给你报销钱，再省一个省人。咱们讲话认同不认同这种。然后让王平去也行。嘿嘿嘿，王平啊，这哭了。王平恨着回市里。住啊，对。还不是那谁给我的，是马爱成给我的。正打电话说他们那个，他们明天给捎俩一块儿，文化中心有俩也去验收的，李磊那儿就坐这跟咱一块儿走工程。我说行了，就这样，不雨天拉他们走嘛，正好5个人坐一个车，这边俩，那工程行了。我说你要有表吗？县城的有，发过来。这得印点儿，你不印点儿，这一圈够用吗？行，一会儿说好了就拿吧。好的，那个，他现在光查验，完被捕以后，他要跟那个为了降低一点成本，这也不好说。那边也不可能那么快进老人吧？进不了，就跟二府他没人进不了了。现政府现在就是说嘛的，那个国有资产，你不能这这样状态不行啊，你得接过去啊。这叫人家得查着了，你这那么大国有资产在那荒废的，不得追责嘛？对，直接你接过去完以后，得归在谁名下？哎，对，现在还在政府那待着。又擦屁活儿。陈经理，哎，那个郭明顺20号要回老家，哥哥家还结婚。走多少天？走
都大约得10天8天吧。啊，您一年来一年了吗？不要紧，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事儿，请假请教一下，这是你们以后再吧。他走以后他有人替。你尽量少点。不是尽量。别跟我说尽量啊！您知道他要走，几号走？20号。20号对啊，这不还有？